哦，用游击战，所以世界第一个游击战的发明人，就是以色列人的约书亚啊，啊慢慢那个占，慢慢那个占，为着要占这个迦南地，占足长的时间，后来建立一个叫做迦籍 ，The Age of the 迦籍，史书时代两百几年呢。啊，上出名的一个史书叫做参孙啦，哦，《霸王妖姬》的电影的角色啦，要无国家哦，要无国家，但是。到底一个有良心的史书叫做 Samuel 撒母尼，伊讲嘿，四面拢对敌，啊，咱已经稳定落来啊，啊，十二支派占十二个地区咧生活，啊，这未使，这无法度当团结起来对抗外敌，啊，所以放弃伊的政权哦，哦，这个人真有良心 ，Samuel 放弃伊的政权，伊讲咱在建设国家，伊怎啊叫一个青年人叫做扫罗来做王。但是这个色罗王哈，伫这个过渡期都像阿扁啊同款，这是牺牲者了哈。伊做王了后哈，煞无听这个撒母尼的指挥哈。哦，原来伊是有权哦，像李登辉，撒母尼都像李登辉，政权和平转移啊，啊，让伊做一个国王啊，为着要组织伊的十二支派的作军啊，无啥成功。最后伊甲伊的囝约拿丹战死。对抗什么人战士？对抗非利士人。好加在中间一个伯利恒出身的大卫，大卫，哦，伊接续做王了，带着一个数无前例又一连来王国，连来王国只有三个王：扫罗、大卫、所罗门。啊，嚯，将四位的对敌拢给打败，那个压制，建立一个数无前例的希伯来帝国，这叫做连来王国时期。啊，这个时期。代表赚足侪钱，以建设这个世界贸易，以甲民族和解，啊，所以拢无战争，啊，无战争，伊的税收就好呀，这个钱就留咧伊代表做王四十年了哦，啊，留咧后伊囝所罗门，啊，所罗门吼，啊，这款这唔是真正统的囝啦，啊，伊甲希人所生，乌利亚波所生的啊，第一个死翘翘，第二个所罗门。为什么会给所罗门做王？因为大卫娶足济某，啊，上恩岛一个叫做阿撒良，叛变啦，要抢伊位，啊，予伊个将军约押杀死，大卫嘛伤心个，伊讲啊，伊个囝吼，啊，袂用得，全予伊予所罗门做王。啊，所罗门伊是一个，所罗门毋是一个军事家，哦，伊无像大卫共款，所罗门是一个谋略家。进行因老爸世界无伊，有那赚足侪钱，但是伊大型土木，伊讲咱要建设首都比赛，亚罗塞林城是所罗门建设的，亚罗塞林圣殿所罗门建设的，这一公论啊，但是这个人真风流，这不是我讲的哈，叫圣经的交代，伊有挥兵一千人，惊死我，啊，咱一个部都足歹做伙啊，搁挥兵一千个，一挂国库的钱好用了了。啊，所以到伊个囝就完蛋啦，罗伯安，哦，佫比佫较歹，所以因为伊个囝因个分裂做南北王国，啊，南北王国、北王国十支派咧，哦，上好伊一个以色列的国称是伫北王国以色列，啊，南王国犹大只有两族啦，尔成立一个国家，伊个总收入靠这个雕像，因为圣殿是伫耶路撒冷啊，啊。啊，结局上肥的所在伫公元前七百二年，阿斯帝国甲灭，啊，国都去一半呀，啊，啊，第二个后来就走去，走无离的就走去南蒙古住，南蒙古到公元前586年，巴比伦帝国甲灭，全无国，啊，所以这个民族足趣味的，伊建国前后的年代无几年啦，啊，不足300年，啊，你一直蒙古。蒙古到伫这个哦，经过这个啊波斯帝国伊怀柔政策分一个自治区哦，但是感觉讲自治区无啥物尊严，即都像咱今仔台湾人共款哦，有啦，有迄个居留证啦，永久居留证啊，都无国籍啦，国籍属巴比伦，即足无民主的啊，啊国籍属波斯，即足无民主的啊，国籍属希腊，波斯了就属希腊帝国，即足无民主的国籍属。属罗马，拢是民地嘛，拢是民地。所以亚述时代是罗马帝国，
啊，殖民政府的时代。后来因为犹太人的反抗，哦，反抗势力足强，从啊，和罗马一个将军派达斯，哈，啊，伫这个公元70年彻底毁灭亚罗斯林，真残忍哦！我讲这段历史是要提醒咱台湾人，中国人呐大批入来吼，咱就走无路，都亲像西藏共款。西藏1350万人口的中间，中国遐中国人足歹心，派700万人入去西藏，啊，将这个西藏人甲骗，来哦，出来哦，恁无头路，阮北京有头路，福建有头路，上海有头路，出来做生意哦，来哦。啊，所以西藏吼，煞剩西藏人煞剩650万啦，汉人700万，啊，西藏人哦，哦，拖心拖重，650万。公民投票绝对输，所以因会当做一个青海甲西藏的地咯，就是独裁政权的结束啊，就是安尼先。有一阵吼，中国人呐拢会来咱台湾吼，啊台湾人呐变足少的吼，我来哦来中国趁钱哦，吼足好康的哦，有官通做，好通读哦，吼啊中国人一直下入来，一直下入来，啊尽量安尼甲你拐，啊查某一直来。哦，用迄个婚姻通证、文化通证，哦，啊，这个经济通证、政治通证，伊都免用枪支，免用飞弹，啊，台湾就倒过。啊，所以台湾的未来吼，我来靠一个日本甲美国啦，吼，这真坦白讲的，唔是靠家己的，逻辑是无法度啦。啊，后来犹太人亡国偌久呢？亡国2600年啦，一个民族亡国2600年，有在了当1948年复国，不可思议呢！是甚物让因团结起来？宗教，宗教。所以我要强调的宗教甲政治这点真要紧。那好的宗教会帮助一个民族出头天。犹太人分散伫全世界啊！因咧祈祷的时阵，咧食饭的时阵，拢安尼祈祷，阿伯拉罕的上帝、以撒的上帝、雅各的上帝，然后才开始祈祷。因为这个宗教意识形态，或者是分散的世界各国的民族，有法度当会记得因的祖先，会记得因的祖国是伫巴勒斯坦，就是宗教，就是宗教。我写这个犹太教的最后，咱知影这犹太人，伊所受的当的痛苦，我写甲会流目屎。卖讲伤远，干那讲。20世纪希特勒的时代，希特勒杀死犹太人，杀死偌济呢？610万啊！定战后台湾的人口的总数只有600万，希特勒杀死610万，600万只狗牙，哪要你锐吼锐一日啊？哎，我都当杀这个610万。我本身有去这个波兰的奥斯维茨集中营去看，有两个集中营，一个关卡高级的。甲知影讲，哎呀，人类咧杀死人类，遐人咧残忍，遐人咧残忍，迄多啦起笑啦，或一个小人，或一个戆人咧通敌啦，甲咱即马咧通敌，啊，即个嘛是差不多戆戆，乌白讲话，乌白骗，同款，哦，白菜鸡也佫倒一个白菜鸡话，拄拄好，吼，啊，咱台湾拢无前途啊咧，吼，啊，所以，迄多啦杀死，就是有610万的人的血。建后联合国，他允准犹太人去复国呢。1948年，犹太人复国。复国以后，就阁经过4遍的中东战争的奋斗，啊，到底今仔日还没完没了哦。自由的代价就是继续战争，就要对抗阿拉伯人的这个 terrorism 恐怖主义。哦，啊，当然恐怖主义有那对抗美国人啊。啊，啊，一方面自尊。所以这个民族的历史吼，真值得咱去研究；这个民族的宗教也真值得咱去研究，因为因有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。后来讲到这的是台湾人无，我伫这先作讲我的研究的心得，互恁听。我咧研究讲奇怪，我有两遍到伫这个巴勒斯坦吼，这个以色列国啊，约旦、埃及吼，啊，我若到伫以色列。拢甲讲 shalom， 以色列人足欢喜的，伊嘛甲我讲 shalom， 啊，甲讲哈利路亚，伊嘛讲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是俄罗斯的意思，亚就是亚伟神呐，哈利路就是俄罗斯，啊，伊嘛回应，但是特别讲这个 shalom， 哦，因的感触无限，
原来犹太人咧讲这个平安吼，有一个历史背景，就是我所讲这段痛苦的历史。犹太人的平安的含义吼，就是讲撒旦的时阵讲啊，唔望你唔当欺负阮犹太人，或者撒旦。唔望阮犹太人有饭通食，或者撒旦。唔望阮将来有一个国家，或者撒旦。唔愿阮犹太人的出头天，或者撒旦。因咧讲平安，唔是普通汉文的平安啦。哦，伊咧讲沙龙，哦，唔忙咱唔通继续和彝族甲咱抬，甲咱欺负，或者沙龙。啊，台湾人小转头讲，你食饱未？敢若过百度啦。啊，所以一个口头禅呐，一个口头禅的内容，会当辨别一个民族，伊的理念是啥物，伊的价值观是啥物。犹太人讲沙龙，就是有即款的背景，唔忙咱将来有国家沙龙。咱个国家应会当延续或者消融，啊，进入秩序。所以宗教甲政治有足密切的关系哦，毋是无哦。哦，这点咱爱真注意。所以宗教信仰选择真要紧。我毋是咧讲佛教歹，我也无讲这个民间信仰歹，这个宗教的歹批评。各款宗教拢有伊真大的缺点，包括基督教有足大的缺点。啊，我讲一个基督教的缺点互恁听，先讲，然后再来讲各款宗教的缺点。基督教的这个信仰内容是非常崇高的，因为基督教跟咱讲命运观是集体性的，不是个人的哦，不是我的身经八字，来对这个四条腿命哈，基督教无这道，不是咧看个人的命，这个基督教的命运观是集体性的，集体性的命运观用一个用语叫做上帝国 （Kingdom of God）， 上帝国就是。生命共同体的意思，上帝国的君王不是一个独裁者，是一位父亲。父亲就足好亲近啊咧。哦，啊，台湾人的神明拢玉皇上帝拢帝王了了咧。哦，先天上帝拢帝了了，逐项拢帝，啊，逐项拢好。王甲好，迄就足歹亲近啊。但是基督教所讲的神是一位父亲 ，Heavenly Father。啊，人类咧是兄弟姊妹。啊，伫这个人类社会咧生活。有两个法律，一个就是听，啊，这个听吼，基督教所讲的听吼，伫这集团的听内面，唔是咧讲哦，男女迄款的 eros 的听，是种阿加贝啊，是种 unconditional love， 哦，无条件的听，啊，连听对得都爱听落去，对人爱讲听哦，但是请咱唔通袂记哩，基督教一个最要紧的道理，对制度 institution。爱讲公义啦，哦，所以这个宗教选择最要紧，哦，对制度讲公义，这宪法，哦，中华民国宪法讲到足水，当然咱无咧承认一国啦，但是主导宪法的人，你得看人啊，爱看人，哦，歪心的人宪法乌白解释，有良心的人宪法啊，得真正当来实行，讲法律也是，因为台湾的法律真好哦。但是看什么人在运作，歹心的我国民党的这个检察官哦推书，阿扁的个案就给伊判有罪，阁判足重。偏偏迄个特支会，领特支会的马英九，阁毁入去因某的口子，哦，啊，阁报所得税哦，你去看，这我无白讲，报所得税，迄明明的歪哥哦。偏偏迄个法官咧甲看，无罪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公义的问题啦。基督教讲公义，讲公义，哦，无公义就爱抗争，无公义就牺牲本身，哦，为了一个生命共同体的族群被压迫者来抗争。你基督教是讲公义，唔是讲讲听哦，对人讲听，对一个害人的制度爱讲公义啦，讲 justice。我唔是咧传道啦，但是我讲一个基督教，吼，用耶稣的伟大，即应用一个法律，哦，世界即个法律的潮流。伫约翰八章一节到十一节讲一个故事，讲一个犯奸淫罪的妇人，现行犯啦，哦，现行犯，查甫走去，查某被抓着，照犹太教摩西法律，为了死刑，啊，死刑的方法唔是枪毙。用石头钉死，啊！这歹心人吼，用阿斯法利赛人，这解释圣经的宗教家故意抓这个
犯罪的查某人来耶稣的面头前，有哪想说要掠耶稣啦？伊问耶稣一句话，这是制度的问题哦，唔是听的问题啊。讲照摩西的法律，这个人惊感染，用石头钉莫死。耶稣啊，你今日安怎？耶稣就是勇然地了，伊讲好，好死，照犹太教如法。伊犯着罗马法咯，因为伊的所在地是伫犹太省，头家唔是犹太人，是比拉多总督。啊，你无经过总督的允准，你死刑哦！啊，有那凄惨。伊若讲袂使啊，爱听罗马头家的话。啊，你唔是犹太人，你罗马帝国嘅糟糕。伫这个两难的时阵，对面对这个制度，耶稣安那处理？耶稣用哦，这伫遮都一个问题啊，是正法，是正法。这个帕杰就落摩西律法为了死刑，耶稣用 natural 用自然法，这个自然法就是宗教的讲法。伊讲恁中间什么人无罪？这是台湾讲十个死十个，讲予犹太人的宗教教家唔免死。恁中间恁的人性那无罪，伊所讲的罪是唔是 guiltiness 是 sin， 英文讲 sin。人性的软弱，恁中间若无人性的软弱的人，哦，大声提石头甲钉无死，这是犹太教的教义哦。哦，哇，遐宗教家听一个讲，啊，我无罪，安尼好，你咧管教讲，阮拢有罪，有原罪，啊，你今日讲无罪，啊，唔帮你说，犹太人是安尼先，唔敢讲，唔敢讲。耶稣有甲警告哦，伊写涂骹写字，写摩西十条诫的。第六条诫，唔通杀死人，写两遍，伊唔听。甲问讲，恁中间什么人无人性的软弱，通大声用石头甲钉莫死，无人敢做。有了了，最后跟他说，耶稣甲彼个妇人人，伊咧，伊讲敢有人定你的罪？妇人人真歹势，主啊，无人定我的罪。安尼好，你转去，以后唔通去犯罪。哦，伊无讲你唔，你可以犯罪不要紧，唔通我抓着就好。耶稣无安尼先讲。所以这是一个人性的问题。德国有一个海德堡大学的教授叫做 Rob Brook， 利用耶稣这个字来发明一个法律的知识、法律的理论。伊讲一个国家所定，这是公益的问题哦 ，institution 哦，一个国家的法律，那是糟蹋人权、远离民意，哦，这款的法律无效。哦，你去读这个 Rob Brook 的做法。虽然咱有立法专书哦，虽然德国哦有立法专书，这是伊所立的法律，那是远离人道主义，无注重人权，离开民意，这款法律自然无效，因为法律是人做的嘛。啊，那安尼要用什么？用 natural 用自然法，啊，自然法对社会舆论、社会舆论、宗教的良心。啊，所以因为伊的理论有应用全世界，今仔日的培训团的三星就是根据 Rob Brook 的理论造出来。随望一个法律为了死刑，不要紧，看这个人安那犯罪，是不是神经无正常犯罪？啊，经过培训团讲有啊，啊，伊安尼神经病，伊安尼出一集，安尼伊免死，强制伊入院，伊好好起来，甲放出来，无袂使放出来。哦，这是因的做法。虽然法律是为了死刑，这是制度问题啦。啊，所以今仔日咱所面对的，就是制度的问题，宗教影响人安那样来对一个法律制度的判断。哦，这个足要紧。所以宗教甲政治有足密切的关系，唔是讲无。所以基督教有一个生命共同体理念，上帝是天父。哦，啊，这个 God is the Father。Fatherhood of God and a brotherhood, sisterhood of man. 神是天父，人类是兄弟姊妹。对人讲听，连对敌也得个听落，因为伊是人。对制度爱讲公义，伊教会内面无制度，对教会大声开始抬，啊，然后哦开始斗争，然后对社会。为什么对制度爱讲公义？因为制度是人的运作。或者歪哥起出来的人在运作法律，较好的法律就歪哥起出来，大家就死。或者有良心的人在运作法律，检察官退出，较歹的法律，这个人就会活。
安尼尔嘛，安尼尔。啊，所以法律是人做的。啊，我看，我会记咧国小的时阵，我就看一本册，这本册是，这个 Victor Hugo 所写的，啊，柬埔寨的故事。内面我印象足深，这影响我的人道主义的思想。伊讲法律毋是人性最后的裁判，法律毋是人性最后的裁判。啊，最后裁判是甚物？就是人宗教的信仰良心。啊，所以吼，一种生命共同体理念的宗教，命运是集体性的。所以一个 global 的 village 地球串的理念，是对一神论的宗教较早会出来。所以伊斯兰是一神论的宗教，就是回教。基督教是一神论的宗教，犹太教是一神论的宗教。这些宗教拢帮助民族出头天，亚洲宗教下面只干嘛？干讲修行，讲个人的利益，讲算命，讲宿命论，行为宿命，正规即规，正道即道。啊，讲这个这是佛教的宿命论，讲命运天定，落土时八字命。啊，我若出世的时候，我的生计八字是甚物？啊，我若要结婚，就提八字。啊，我若要起厝，要做事业，嘛都要提八字，拜八字，拜好才来。人煞变作一个宗教的奴隶啦，啊，以宗教主导下面的奴才。啊，所以今仔日台湾人足侪即款宗教奴才。迄日子吼，按透早安尼日子要听的时阵，甲看，今仔日是甚物日？哦，鸡会使袂使做甚物？鸡袂使做甚物？迄叫做宗教共识。人呐，活伫一个宗教共识下面的生活，我看吼，这个人敢若插头红啊嘞！宗教共识拢是咱的祖先发明的啦。啊，今仔日咱已经变搁较高，看变搁较济，发明变搁较济。因毋捌坐过喷射机，咱不是出国拢咧坐喷射机。啊，因所发明的宗教方式，啊，咱咧一五一十拢咧甲遵循，头壳歹啊。所以我号做，若相信这种算命、算命的人，迄种 modern 原始人 ，modern primitives， 活伫现代生活，伫社会中，但是你的 mentality 啊，你的心态足原始，惊神啦，惊鬼。后点钟我讲这个鬼故事，因为今仔日是7月14，鬼安那来要分析给咱听，这拢甲政治拢有关的。所以一个民族宗教信仰选择真要紧，选择一个生命共同体的宗教，会予咱要好，大家拢总好。啊，若一个人受苦，大家人同受苦；一个人快乐，大家人同快乐。王建民，吼，较高。咱足欢喜，因为伊是台湾囡仔。啊，亚尼遐个，吼，即个高尔夫的即个女王吼，入几岁啊？安尼有法度人记着迄落。国民党无咧注意，咱来注意，台湾人真高。所以我讲这就是要鼓励咱，我的目的鼓励咱。恁来参加即个建国学院，恁唔通看轻本身。哦，拿即个钱，直接作为生活，大家参加讨论这个问题，恁足要紧。恁拢是台湾人的精英，毋是徛伫遮咧演讲的人就敖，无啦，大家人拢共款。台湾的社会若要好，大家拢总爱敖，大家拢总爱有意识，大家人拢爱拍拼，啊，敢若靠一个人无效，啊，所以这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就是安尼生啦，哦，就是遮尼的简单。所以毋忙咱吼，互相鼓励啦吼，啊，我安尼散散的讲吼，啊，这个文章较有系统，啊，咱毋忙咱提转去家己看，这是长话短讲。哦，时间大概要未到，过两三分，哦好，20分就到啊。是不是休困？你要休困偌久？10分钟，哦好，安尼好。休困唔免啦，唔免你啦。咱哪里休困的？哈，安尼啊，一点功夫。多谢多谢。